比武的秘诀是头不短，人的头快不过人的手。腕子细，脖子粗，你说手转得快还是头转得快？走，再来。他在武馆就败给你了。天津的规矩，踢馆不论输赢，武馆都要请客。你要喝咖啡，大老远的陪你来了，为何还要羞辱他？练拳的坐一块儿，不就是聊聊拳吗？再比一次。这块儿你料理？当然。1912年，天津出现民国第一家武馆。1932年，天津仍是武术之都，各地小拳种入天津博名，风气未衰。练的是什么？咏春拳。没听过。南方小拳种，一代三武人，小的不能再小。想在天津做大了，那得您点头啊。你今天惊了我，这身功夫俗人练不出啊。那你去个地方，除了我练拳的没人来。看到了，白鹤女人吓着了我，她的舞步肌肉运用之妙，近乎全力。我年轻学拳啊，发过神秘誓言，你呢？一生最多真传两人。如果我们再不较真的，洋人早晚研究出来，我们的子孙要挨打。你教？不敢。天津的师傅都不敢，需要一个外来人先犯规。你答应教真的，我让你开馆。天津武行的头牌，我当了30年，是想隐退前做件造福后人的事儿。30年不短，为何不早做？许多事儿啊，不老。想不起来。3天后启事临近，
天津头牌西餐馆，好打听，答应不答应，你我都有一顿饭的价钱。我想问，杨明，不交真的。许士林的面包不花钱，这是天津唯一的便宜事。除了您点头以外，还有个老规矩，打过八家武馆就可以在天津立足。至今也没人打过五家，许士林的面包也没人吃过五个。面包八个。师傅，陈明光一辈子，临死前几年，一喝酒就骂自己，我不想老了，行不？别吃了，见不得占便宜没狗的男人。好吧，按规矩来。再晚两年我也打不动。不用你打，你打被你踢的这武馆不会容你，教授个徒弟打不容我，能容他？徒弟得本地找，天津人容天津人，我帮你挑一个吧。教一个人就快三年，我等不及。你真难当。不是个好女人，家里穷，上的是洋人办的免费学校，17岁生了个小孩，洋人的种给他爹妈溺死了，名声一坏，至今没人娶他。我娶你，我在天津住3年，然后呢？跟我回广东。不愿去，留给你一笔钱。多少？可以谈。这不是我最好的命，我最好的命是被一个来吃饭的巴西人看上，嫁到南美种可可。谈妥了，这个数。我做担保，你不给他找我要，下不为例了，帮你帮太多了。有言在先，我在天津做的事不要问，猜到了不要说。我是嫁人，不是美身，你得给我句话见你的心意。15岁开始，每日挥刀500下，这个数管住了我，不会胡思乱想。今日起，我以你为月数，一个月陪我逛一次街，吃一次螃蟹，住贫民窟得像穷人。逛街不买东西，螃蟹。天津9条河，螃蟹比大米便宜。螃蟹，管够。
平时不抽烟。世人就恶习，我的恶习也好。快点走啊！快点，快三点啊！高手啊，怎么招惹了混混？女人漂亮的。不会住这儿吧？他们俩穿的不错呀。小姐，我是来比权的。西八连，我男人回来得要一会儿。看到这么亮，挨打直了。走啊！想看我挨揍啊？比拳没意思，要比就比刀子。都还行吧？还行。学拳可惜了，以后跟我吧。你是我的徒弟，看我的眼神不正。师傅，别叫我师傅，你我不叫了。
兄弟，您在唱的什么戏啊？我碰上个人比他好。本地人？本地人。有件事本不想说，天津武馆十九家踢到第八家，馆长们会联名请出一位高手击败此人，逐出天津。但我们承认第八家的战绩，此人是否可以留下开馆？如此，小拳种杨明，天津的脸面也保住了。我挑的人，一辈子回不了天津，他认了，何必害别人？好歹是个小人，毁了不可惜。联名请出的高手会是我，我老了，隐退前想再赢一次，这辈子名声就圆满了。这是我最后一仗，不能有意外。你徒弟会的，我都要会。今日叫你声师父。天津有种比武叫斜刀如手，十年前玩疯了，今年没人练，成了天津武行的弱项，外人不知。凭此刀法，两年可以踢馆。两年？生意，师傅让我改行的，练了拳不能再干体力活，一累着白练了。退出脚行就别再留着脚行的小车。东家要的退行费太高，小车不值钱，这是个规矩。拿车打死我。在街面上打架不见铁器，这是天津多少年的规矩。你和我们动刀子，我们不再是兄弟了。车你留着吧，走。
中刀，腕子血管中刀，后腰中刀，肋下中刀，小臂中刀。耿良臣上。英华武馆请耿先生赏脸，登银楼晚宴。登银楼没意思，您选个地儿。一人三碗。逛街不买东西，你说吧。以后出门他陪你。有本事你等着。你能叫来多少人？几百人。二十个有没有？有。我等着。你等着。回家。想打架的。不知道你讨厌狗。狗抱在怀里像个孩子。知道你孩子的事儿。都说一生下来就让我爹妈溺死了，没有被人贩子抱走了，刚生的孩子都很丑，我那时候小不知道难过。三年前忽然很想这个小丑。想我们就找回来。你我第一天就像你拿了分手的安顿钱，你回广东我不跟，天津的事都扔在天津。你呢？再跟一个男人。花花草草有人看会死，没人看也会死。男人对女人不重要，女人过的是自己的生死。真来了。话还没说完。在广东号称九十九楼，房子多，一场兵变全没了，幸好年少学拳，否则连个吃饭的本事都没有。
给霍川当保镖，南洋浪荡13年。过了40岁，海上就待不住了，回了家才不心慌。家里房产不是毁了就是给人霸占，费大力要毁一栋老楼，从这楼起我要重振家业。但确认事的不是，我没给家人尽过责，也没给师父尽过责，因为拳法扬名成败都快，我想先报师恩再成家业。耽搁久了，那栋老楼又会给人霸占，我一定回广东。没说过留你。天津九条河，不知我家顺着哪条来的，到我这第四代或成了天津人，跟你走了，对不起我家上三代。天津的姑娘不爱家，不单是我，都这样。知道了，我走了，你成了必修的女人，名声又坏了。名声坏的是你，天津人以本地女子为荣，听见必修会骂你不成才，天津女子的好接不住。知道了，这辈子嫁过了，多谢你，你是神的一手安排。什么神？瓦伦蒂诺。谁？好莱坞明星。他是神。你走了，留我张照片，我也拿你当神，有事跟你说。没人追，再走走。师父，轻点，师娘睡着了。这时候你该在武馆的酒席上，你输了，我大胜，懒得陪他们，给师父师娘带了螃蟹。第一天踢馆，他这辈子的大日子。你师父平时都买80只，他30，我50，你这点够谁吃的？当年我学拳，师娘2年没理我，一天开口突然骂我，我心里高兴，挨了师娘的骂就能跟师父学新东西了。明白了，我终于像一位姑娘，跟您一样漂亮。从小干活的时候，比我漂亮？不敢不敢。天津武馆各有各的护具，粗陋不堪。前朝大清，我家是一等武将，这是祖上的铠甲，乃成比武的护具，你看合用吗？
何用？郑大哥，郑大哥，我的刀技算是成了，你徒弟成了，我没看错，他是大才。李无川，住手啊！第一次让你进屋，知道为什么吗？知道，师父看得起徒弟才让进屋。师父你受伤了？木工活出的差错。23岁，我师父请我喝咖啡，说你是一个门派的全部未来。这句话我今天说给你听。别去踢馆了，你的命还要不要了？我死了，你哭吗？早点死！答应你了。男人呢？睡午觉，喊起来。徒弟踢了7家馆，战绩非凡呢。天津的年轻人我管不了，后悔教他。不是你的意思。我有活干，有女人养，何苦招惹你们啊？开了武馆
就开了裁员。你女人漂亮，就不想让她过得好点？你更漂亮，我不敢动一点心。不像讲假话，放他活着吧。娶我是为了今天住贫民窟养女人，都是你的掩护，让人觉得你与世无争。你要出卖你徒弟，心急了会耸肩，手会慢。知道了，怂了就败了。说过了。师父，去吧。你强过我当年。副官，我在这里开销，都替他账上。他功夫不行，好富无穷。他在这儿叫你一年了，我都不知道。当初你来学拳是为了看我一眼吧？漂亮女人谁都想看，看一眼把命丢了。我不想当这个祸害。您对我来说早就不是漂亮女人那回事。天津不好混，我家就剩我一人，和小航的兄弟也掰了。我现在只剩您和师祖。机灵点，觉得不对要知道逃。您别瞎想，比武是有公证人的，赢家不受报复。
天津街头不能见铁器，车夫打架都在车底下藏根棍子。我是提了戚家五百的耿良辰，你去拿吧。耿良辰，你疯了！那是个坏人，他腿那么白，他不是车夫。没看出来，我就看到你欺负人。街面上分分秒秒都有欺负人的事儿，今天我就欺负人了，怎么了？没怎么，以后你别来吃茶汤。葛良辰，我认识你。你近来那么有名，我专门坐车过你书摊看了你。与其遭人暗算，不如我自己打上门。你说什么？我踢馆。可以，但有一样，输了赢了我都不会跟你在街头喝茶汤，太掉价了。只对你破例喝咖啡，谢了。先父留下的名声我没能保住，韩兄弟走得早，苦了你啊。十年前血头入手风行天津，是韩兄弟把他完绝了。韩兄弟一过世，大家也没了兴致，高手的生死决定一骑的兴衰呀。天津武馆19家，踢到我家是第8家，再多踢一家就踢了天津一半的武馆，招天下人耻笑。金妹，我出马。这么多年遇上变故还是老人顶事儿。武馆不出人才，因为我们不较真的。拳术自古秘传，广招学院的武馆是深造出来的，政客做政绩，商家做名声，等他们做够了不再捐款，武馆的繁荣也就断了。好日子不长，何必认真。师傅，我不是你师傅，记住了。今天不练刀，我给习武人找一条出路。我改良的清朝铠甲会成为部队刺刀训练的护具，武馆必没落，前途在军界。你跟我徒弟对决，定在哪天了？在今天吧，今日见督军。督军呢？督军不来天津了，让派人片子送他看。不能面见督军，其实是大好事儿。趁着机会留下影像。您是当世顶尖武人，日后必是重要历史文献。跟着师父，你也走进了历史。乱了，爹。
明白了吧？师父，谢师礼。有这事儿？师父挨打，会请客，庆贺徒弟超过自己。是你的主意。我跟你讲情深，你徒弟请我劝劝你，事先我并不知情。他的军阶不在五行，这么做是为什么？江湖事事过不问英勇，郑大哥，您是老江湖，不问吗？这是你徒弟给你留下的两所房产，不要。他拿走我一辈子名声，干嘛不要？老爷出门了，哪天回来没吩咐。先生，天底下没有白占的便宜，面包免费前提是要点菜。这么简单的道理竟然想不通。我有一个朋友，他的体能强过今天，可他毕竟是个老人了，经不起差错，做事宁可过分也不愿出意外。郑老爷子，他和耿良辰有一场比武，他将违反跟我的约定，下狠手。耿良辰会死？他识大才，没那么容易死，会残废，生不如死。我俩带他离开天津，就在今天。有言在先，你回广东，我不跟。宋兴，行不行？行。回家等我。陈师傅，上酒喝茶。北方规矩，怎么处理你徒弟我们代表五行表态，留下边上的是朋友，留下中间的是敌人，对敌人可以不择手段。十九家武馆就你们几个说了算，五行的头牌郑商奥老先生什么态度？白茶是为了不说话，拿了吧。
蜀山剑侠传出新册了吗？有就拿来，长官想看看。有。李卫军也想看，估计就喝茶汤那会儿翻两页。云那伙不收你钱了。八家武馆，我们连师傅带徒弟的赶走，天下人会说我们霸道。我们支持你开武馆，至少一年。一年后，你走不拦。我们是武行，不是政客黑帮。他活着离开，有伤无残。是咱们的弟兄了。本该武行做的事，军人给做了。为向市民表态，军人将接管武行。多少年来，武行的事都是武行自理。这一刻起，好日子没了。是为你徒弟准备的。天津没我这号人物了，躲着不见你，啊，没脸见。我今日坐船去巴西，后半辈子重可可。
你马上开武馆了，送你个贺礼，要用啊，说是我设计的，这辈子就留这点名声了。一年了，没走过你家正门。有个人陪我走，你认识？不该借你的刀，占了我两手。取巧了，再比一次。不了，前面教堂有医生，走太快，匕首会划烂肠子。你伤我六个人，比你慢走一段。这是我对你的惩戒。什么意思？治好伤，南下北上，永不要回天津。这是武行对你的惩戒。我哪儿都不去。我曾杀人200，土匪，刁民。我在天津活了20多年，一受吓唬就不要家了，还是个人吗？天津人讨厌，时光嘴硬。想让我瞧得起你，往天津跑50步。天津不好混，穷人家的长子15岁要被爹妈赶出门，自寻活路。我是长子，啰嗦。8年前，爹妈带着两个妹妹去了东北，再无消息。我家现在天津，就剩我一人了。抽根烟，泡泡血腥味。哎，头。停车。这么跑，活不成了。回去打个电话，让行政队收尸。是。阻止不了洋人破解我们的权术，就把洋人娶了。高明，兄弟，送到这儿吧。钟大哥，提防白俄女人，你们差着年龄，小心她骗走你养老钱。她从小受穷，当然会很自私，但男人的钱不就是让女人骗的吗？
傅，你已经不是我们脚下的人了。我今晚离开天津，让我退伙。第八家的战绩是这东西练出来的。你的武馆开在最繁华的东门岭大街，三重院落22间房，林副官买下的。天津没有过这么大的武馆。我跟你在酒店订了房，武馆修好前暂住那儿。忍不住了，不想动。北上扬名，得来一个装装样子的结果，换做我也没兴致了。但活着不就是装装样子吗？人来了。身上病了，失礼了。葬礼办得风光些。小耿，我们已经满了。陈师傅，你要做什么？我们听您的。我要做什么？小耿临死前推了大车，干了我们脚行的活，就是我们脚行的人，他的仇我们管。脚行打武行，天大笑话。你能摘你扣子就能穿你葫芦，明白吗？明天我武馆开业，我来天津就是为了这一点。谁给我惹乱子，别怪我翻脸。小耿是你徒弟。我小孩今年11岁，不知长成什么样，该是他这样吧。年头久了我找不回他，但他可以来找我。我不能离开天津。会报复你，也就吓过你一个。真报复，我认了。来不及去找相关，得给你留上照片。南阳十三年，颗颗血汗，这是我全部积蓄。明天你在火车站等我，我到时不来你上车走，不必去广东，随便哪一站下车，好好过十年。十年后再回天津。你儿子21岁，有能力找你了。安排的周到，听你的。你办事漂亮。林副官，说。官员参加民间庆典不能穿官服，穿了失礼。
有这规矩吗？老规矩。时间来得及。没你们事了，都散了吧。你跟我回去换衣服。已经不在了，他师父让人带话留给了我。师父，你帮我学拳的？你刚来天津的吧？我朋友是踢了八家武馆的耿良辰。耿良辰呢？我这上听过，传得很深。他被小人算计，街面上人人为他鸣不平，有的树上还有他的血呢。是吗？你拿来我看看。时间不早了，姑娘，送我吧。一看你就觉得不像一般人。您是来天津当官的吧？给了您，您可得给他做主啊。你这么为他说话，他定是条好汉。多谢大伙捧场，都散了吧。上门板。今日开馆新气象，不请戏班放电影《火烧红莲寺》。来个牛角面包。林副官不但是军界人，本就是咱们武行人。他的武功大家刚才都看到了，徒弟超过师父，青出于蓝。郑大哥以前什么地位，林副官就是什么地位，没人反对吧？红莲寺还放吗？放。火烧红莲寺，根据评价。
江湖箫声《江湖奇侠传》改编，导演张弛。有武馆，也有踢馆的，我来踢馆吧。谁先？我徒弟打了八家武馆，我想打第九家。邹馆长，你接吗？你是打败郑商傲的，你功夫高，你接。别不识抬举，想清楚自己要干什么了吗？你没杀过人，今日亮刀谋划很久吧？事情想想就算了，你知道人肉有多结实，看多热闹你都会问人。丧徒之痛我们会体谅，就当跟大伙开个玩笑，林副官也不会介意，对吧？啊？对。跟你们一样，也盼着耿良辰早日回来。老王八家被逐出天津，毁一个天才，成就个门派。我不是他师父，是个算账的。红莲寺还放不放？放。您兄弟走了，这里不是三天。看看，跟你多像。你说什么？我十七岁遇上个人，他连张照片都没留下，大概这个样子。不是他留给我的，是他落下的。他欠我的，所以对着他的样子祈祷，求什么都应该实现。今天我求一个人活着，这个人离我200米，我心念不强，再远怕不能应验。纽约货值点钱，50个面包，帮帮我。他就坐您身边，大伙不放心。你徒弟不是我杀的，是他自己要赌口气。我以为这辈子遇不到一个有骨气的人，督军不是，我师父也不是，他俩是强者和聪明人，你徒弟是，他活着武行会有曲线。看清楚凶手吗？我看清了。段瑞，我查出你了。
你是郑大哥管家的孩子，跟着姓林的算计自己的主子。姓林的已死，你没有根基混不了军界，给你条活路入武行。以后我跟您了。这是替郑大哥打你的。20年来，军阀崛起，掏空了商会、乡会、铁路、银行，小小不言的武行怎能独存？好日子不长久，但好日子过一天是一天，有目共睹，你杀死了林副官。好像是。多谢大家感你的恩，你得死在这儿，可以提个要求，我一定办到。埋了很久，没跟天津的高手较量过。好，我一定让你看够北方的刀。郑大哥之前，天津头牌是我先父。男人打天下，女人要守住。没时间了，下辈子我还你。郑大哥，送给我的护剑让高武馆的弟子传授。我临死一搏，给孩子们留个念想。女人不救人呢，武馆不招人才。我死。永春君绝了，让我挑点真的，出了人才三里头。南方人不可信。今日天津街面上要见铁器了。Thank you.
办事下去吧。就这么看不上我？对，叫我们呀，进车。我的人，你男人做了什么知道吗？知道什么？他犯的事我担着。老规矩，逃了就等于死了，事情完了。他买了去广东的票。见到陈师傅交给他，他会封住自己的嘴，下半辈子隐姓埋名。你写了什么？都是客套话，写什么不重要，他能收到信就说明咱们可以追杀他。南北遥远，他会遵守这默契？会。
他有女人。咏春拳绝了。